本所有人打是拄好尔。等下，你讲啥是本所？看啥有人打到亲像猪头，就是你讲啥啊？我误做啊！讲了讲，咱伫个心理场嘛是合作 partner。你看我叫人拍到安尼哦，无甲我安慰就准拄煞，啊，竟然阁甲我哭死！安慰哦，啊，伫我的认知是爱迄种足善良、互人欺负的人哦，才需要安慰。啊，像你即款找人去乱恁爸爸公司的日子，啊，互人想你是天公地道的啊，有啥物啊？像我。叫人去乱的啊！你唔通甲我白白一块布，硬面你甲乌。你阁是硬会吹灰哦？虽然哦，我只是有呀，啊，不过除了你以外，还阁有啥会出这种傲步啊？啊，伫咧心理场本来就有足侪敌人的啦，反正是对手挑空去甲人创空的啊。对手创空，啊，互人拍的人是你，那安尼，迄个对手唔就是你啊？哎，相公，我这伤跟这有关系啦。我这只是，我伫个路里哦，拄到一个路盲啦。我只甲看一下，就甲我摸啊。这就是人在讲的啦。人若衰哦，进步拢会洗菜鸡啦。陈东举，恁真正照老编故事的，你归去就讲你是因为英雄救美才受伤的，安尼哦较好听。何副总啊？我知影你无爱相信我，啊，不过我讲的拢是事实。你永远看袂起我的过去，啊，不过你袂当怀疑我的清白。啊，老龙讲哦，这病医歹物也足多，确实是真实。看起来哦，我去庙里找人做解释。哎，先讲啥啊？放手哦，那无我就化飞你啊！要创啥？要替你吃我豆腐哦？妈有白讲哦，谁要吃你的豆腐？我是要去吃。吃你豆腐的人在吃。啊？我出去啊！你这大色狼，竟然敢跟我偷袭！我哪有？我是咧。就是你这款人上妖秀，含阮查某囡仔拢袂当爱穿啥就穿啥。我偷看你要创啥？这卡通明明就较好看。你拢已经给我抓到啊嘞！我想要定亲哦，你敢偷袭，我就敢报警。我这……哎，拍死拍死拍死啦！拜托你莫报警，伊哦他靠我受伤过，所以今仔日才会来看医生啊。你是伊的什么人啊？我是……啊，我唔是叫你直接等我，你来做这款见笑呆啦？无啦，我真正无啊。老婆，你还相信我？我真正无甲人偷袭啊！是啊，你拢已经有某啊，搁做这款袂见笑的代志，真正是变态的。我这不是变态嘞，我真正在看卡通啊！真正小弟哥，我们抓到了。周小姐，你误会伊啊！陈东俊，你是在讲啥？拄只我拢看到啊，为着卖让这只小弟哥走去啊，搁有别人受到伤害，我马上就搁保全啊，该抓起来了。这支手机啊，就是这只小弟哥的啦。内底确确实实拢是偷袭的相片，而且这个病院四界拢有监视器，刚好买当证明讲这位先生的清白。我就讲我不敢偷袭吧。歹势啦，我甲你误会啊。多谢你救我啊！应该啊，我想讲你是歹人，我摕水枪甲你喷。有电话甲我讲啦，后摆拄着你哦，爱甲你回，是嘞。免啦免啦，哎，代志拢过去啊，你无啥甲我回失礼啦，啊，就当作是不打不相识嘛，啊，大家拢是合作的 partner 啊，龚少爷，免遮客气。我叫少怀，唔是少爷啦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叫陈东俊，以后咱就是好朋友啊，吼。哦，我互人误会是猪哥啦。好佳哉，陈东俊有帮我定亲嘞，那无拢无人相信我。任蝴蝶，我甲迄个赤白白查某做伙骂我。
啊，我实在是就冤枉了。蝴蝶，敢真正参照少怀所讲安尼？妈，你莫听少怀乌白乱讲啊！我只是想要先把迄个查某的嘴打开，莫让伊继续骂少怀啊！啊，我只会对少怀话讲较重啊，想袂到伊甲我讲的话听入心啊！我唔知影讲我是惊人议论少怀，还是惊人用奇怪眼光看你。大伯，你这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低头唔顾你个阿娘啊！少怀是你上亲的红婿，你真清楚，伊上念你，上挖苦你，伊的注意是你的身上，你是伊的唯一。结果伊可能误会，占便宜偷靠伊的时阵，你无站出来停伊，等到是别人站出来替伊洗清冤枉，无怪伊会感觉受伤，会对你切心啦。我拢已经解释过啊，你的理由无法度说服我。手骨骨裂无骨出，不管代志是安怎，你唔得先听家己的人。而且少怀是你的红婿呢。妈，是的啦，我只是想要保护少怀，才会顾头无顾尾。少怀，唔是我无相信你，这届是我处理代志的方式唔对。你别跟我计较，别跟我想起来好不好？那不然我会艰苦呢。我是不是哪里时机不对？无啦无啦，你先坐，好，坐啦。阿姨，俊兰，阿姐。少怀。查甫人不长爱大，蝴蝶拢已经甲你认错啊！你着莫阁甲伊客气啊！你还阁会记得妈妈较早安怎甲你教？查甫人爱安怎？爱疼宝才是大丈夫。对，所以讲你来较大方些，来原谅蝴蝶，莫阁甲伊客气啊！知影无？哦，啊，坐落来，应该安怎做？你知影无？床头吵架，床尾和。嗯啊。好啦，啊你上班卡顺利，到公司传讯息好啊。嗯。哎，等下。你有物件未去提啊？心你要想好，哎，你要不要回答我？打扰了。Everything. 啊？我是讲，你的心我蛮想好势。拜拜。大概看到志翰。我的心也是跳得很快的。对哦，今天是翔哥的生日，他对我这么好，我应该要送一个礼物给他。太奇怪哦，哪都没看到盈盈啊，还是我走不着紧啊，把紧看卖好啊！哎，龙头仔，你无叫唔对。
商超强，无人安尼破梗的啦。你唔得应该爱讲，车内有一个大礼盒，然后我就会跳出来讲 surprise， 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个人算，安尼有够啊！看你遐尔用心，都要准备我的生日哦，我就感动到讲不出话。哎呦，你真正是足解嗨的呢！无猜我这么用心替你准备 surprise， 结果算好你一摆就突破。生日快乐！强哥哪会看起来遐尔欢喜？搁汉南在跳舞，伊是当时有女朋友的。是小阿姨，伊甲宗君毋是都要结婚啊？那一个强哥伫咧跳舞，安尼你讲有无阿姨啊？我希望啊，这代志赶紧结束，会当让你恢复白莹莹的身份。白莹莹，强哥是怎会叫小阿姨白莹莹？这还阁讲，我即摆逐工照镜看这张面了，心情就足恶杂的。阿姆哥，我一定会忍耐。等我用林子彤的新婚得到世界集团了，我才会把林子彤手头所有的股份都转到我白莹莹的手里。到时阵才把这张面换倒转来，安尼唔才有价值。超强，到时阵啊，咱再成功共享。是在创啥？伊是白莹莹，哪呢？小阿姨人嘞？不是，代志不是你想安尼啦。不是安尼，哪呢？到底是安怎？原来你爱我近三天，是三天了后，迄度的王小阿姨的新闻出现伫咧大家面头前，哪呢？小阿姨人嘞？你是不是做出啥物可恶的代志啊？小阿姨，小阿姨，叫甲遐尔亲，恁一路甲你也无关系啊。无你即马是伫遮开啥物亲办啥物册啊？伊是自汉的小阿姨，我叫伊小阿姨，干有啥物唔对？讲到白输，你是我有情有义的。你也毋是看到伊罗志黑迄个富二代新婚，想要养鸡赚红杯？我搁安怎养鸡赚红杯？我嘛袂参像你同款遐尔变态，甲人换名、偷新婚、骗财产。你莫呀，尊公，你只乌鸦为家己的身躯顶插几只孔雀羽毛，你就会变成孔雀哦！莫冲破我的嘴啊！无你这么讲啥是乌鸦？就是你啦！你是头壳有问题，还是听无人话啊？如此，你听我讲，这拢是有原因的啦。不管是啥物原因，这拢是无法度原谅的罪过。我今嘛就要去甲志涵讲。如此，如此，你听我讲，如此。我根本还没完成。这么容易处理何差错？我应该到三江就坐啊！已经足对不起老家，尤其是志涵，所以今嘛我袂当让恁阁继续做歹落去啊！你讲你无介意罗志涵是甲我骗的对无？你坚持要甲讲，就是无想要伫伊面头前做歹人，你无想要破坏你伫伊心目中的形象，对无？我袂记啊，这个疤是为倒位来的？那是为着要保护你呢。迄个时阵，你讲你无所在通好住，我就给你一个所在通好住。你哪需要啥，我就替你传便便。我对你遐尔好诶，你却为着别人要对我恩将仇报。其实我一直拢无法度确定，我家己是毋是甲伊志涵。啊，不过你即摆安尼讲，我确定啊。志涵伊对我的好，是好甲让我感觉更少。好家伙，我不忍心欺骗伊，因为伊从来唔捌要求回报，佫较袂对我情绪勒索，伊敢若一心一意想要爱我好。迄是开始尔，你就是要收买你的心啦。强哥，志涵伊唔是你，